是刚刚内测档的109年1月8号七十段车站，时间是28分，怎么这是1307金黄海线开往。机油呢？1301+1301+1301，9人灭组用300cc，然后车务网编组。拜拜。我的300cc1304在汽油站是就还像那样久，再见喽。来哥哥看到下面一个班长，你们都在钓我们台去搞面，就这样哦，拜拜。耶，还有这台小客车，然后明天有逛完号，我要追逛完号，超感动。不知道冠豪在哪里吧，但是我明天要追他，就那样，赶快这次再见。